这团战这么猛，不干他们，给我干！直接入侵，给我干一级团 ，Q 我，给我练他。哎呦，痛痛痛！没事，让他拿了。完了，炸了！辅助在看戏。不过杰交了两个技能，装备都不买，打你妹啊！整个一傻子。唉，天天遇傻子，难呐！出来呀，天使啊！这么猥琐吗？没打到 ，A 到那一下，我们可以杀他。把药吃了，打下强杀。如果刚才这一波我不那啥的话，我不等他闪现的话，我应该能不用被他换。没办法，那小兵马上被他打，我怕他升级，他啪一个升我们直接傻了。我们要是先 AQ 再 E 的话，等他闪现再 E 就好了。这样很亏哟。为啥亏呀？这有啥好亏的呢？我带个点炎，我只要杀他，我就不亏。升级，你拿什么跟我打？哎呀！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哦，哎呀，不对呀！怎么八杠三了呢？我的天！就得靠我们了，兄弟们！小炮要来了，我看见了。没关系。让蛤子过来反蹲，等他打完石头人的啊，我们再上。给你拿个人头。如果对面小炮来，我们直接全杀；如果对面小炮不来，我们直接越塔杀天使。来呀！
给你拿个人头来，直接给我越了呀，大哥，你干哈呢？快点过来！从上面来就完了呗，他又跑不了，他还能躺下不要了？哎呦我操！走吧，补了三个兵，就当补着我们那个炮车了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三项的话1530，三项要是再便宜800块钱就好了。我可以接受便宜800块钱少15%攻速。等一会儿啊，这波兵不要推，这个天使在没升6级之前，我们再杀他一次。让他别吃经验，等我们大招好，越塔再杀他一次。我估计他能剩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点升级。他应该就差一点点升级，找到了这个机会。赶紧把上塔拔了，帮队友的全炸了，把把炸。你看，正好差一个兵升级，看见没？那天使气死了，正好差一个兵。中路又挂机了，真难呐！真难呐！跟你们打个游戏，真他娘的累。적을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적더블킬你俩还真就打不过我，我这叫三项之力。我不可能点投降，我不可能让你们投。给我听好了，有死没？有死，这波转折点，
吃口屎来，满血去中。那露露怎么才五级呀、啊？我到了。没法上，露露六没啊？别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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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2140161031111111。我看你妈拿宝，露露上一波为什么不给我大呀？999了，不跟他打好。你现在一个拉克斯过来做视野，就给他杀了就完了呗，那劫也没有大。马上回一趟中路，不懂，你们折磨我，我也折磨你们。600，我大不大？我大不大？你他妈给大！操你哥！跑的真是快。劫来了。全是闪现！我操！妈六七个闪！我的天！
这里有眼儿，有个点盐就好了。380，他多少啊？不知道他多少移速。有坑吗？可以，能多杀他几个，杀他几个。大甲猴，别999，没意义了，确实是没意义了。但我觉得我好心酸啊，我就像一个打工人，我操，只有我们一个在苦苦坚守。你看，我就说他妈的那小黄毛要是一个大给我甩着了，你说这摩天咋办？我就说不应该叠，非得要叠。我就说嘛，我说万一这样式的，你说哎，咔嚓小黄毛一个大，你说咋办？别打着了，是不是G？